啊，煞接，咱要来用诗歌来回应上帝的听。诗歌是伫个咱的手册内底第七页。啊，请我商量的事情的时，啊，我来读这个歌词，啊，咱做伙来看。第七页，有人在替你祈祷。啊，我来读一摆第一节的歌词，咱来听。光照。是毋是你的祈祷已经拢无气力，流目屎亲像雨水，每日无停做关心，而且了解你忍受的一切，你会叫醒别人替你祈祷。有歌是安尼，有人在替你祈祷，有人在替你祈祷，当你感觉寂寞孤单，你的心绝望无靠，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。啊，咱邀请咱在座每一个兄弟，咱起来，起立来唱，来唱，咱来吟两摆，吼、哦。准备来奉献，咱来请东江来将奉献箱摕来头前。啊，咱奉献的是咱的诗歌，是伫个是。第八页，吼、哦。来，今晚咱来带咱来用两摆。临时沙，我来带大家来奉献祈祷。为水艰难，咱虔诚奉献，满满心感谢你的大恩典。感恩你赐福，你所听见你，享受你慈爱，永远无离。祝求你感恩，我虔诚奉献，我衷心感谢你的大恩典。祈求你赐福，你所听见的，享受你慈爱，永远无离。啊，请咱同心阿头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救赎，
感谢你在两千多年前为我人类受苦定是十字架，感谢主，因为你的救赎让我有得到这份信仰，感谢主，因为你为我受定的十字架让我得到永远的拯救，感谢主，因为安尼，让我今仔日会当徛起伫这个台湾，伫这个勇敢，让我会当来到来行动公益教会，加来做会组织，来领受上帝你的听，恳求主你帮助我，让我因为这个十字架顶的功劳，甲主你三个连结，会当来辨别主你的旨意。啊！恳求主，你伫遮带领阮，修顺阮教养的智慧，予阮伫个即个时代会当真做主你要所动用的动工，会当真做主你伫地面上所用的记号，来影响即个台湾，影响阮台湾即个社会。伫即只，阮恳求主你继续带领阮的教会，我们伫遮会当扩展阮的境界，继续。求主你领领带领来带领，予阮的人数会当增加。那阮即只奉献淡薄经文，加做主你信仰的路用，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。阿门。下面来介绍甲报告，咱邀请林宏长牧师来主持。啊，下面稍等有亚华礼拜的报告时间，也将邀请陈庆文牧师来主持。安尼好不？好，阿咧，我先邀请林宏德牧师来报告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感谢陈福慈牧师分享这个信息。然后咱有特别有几项代志爱报告。这个拜五吼，过来拜五暗时八点。应该是台北中会中区吼，中区台北中会中区啊，特别做会伫大场顶教会有一个受难日的纪念礼拜吼，这个唔知道有圣餐无？一般是有圣餐的对吼，所以咱会当那假使会使的时阵吼。但是拜五暗时八点吼、哦，可能家己前往就会使吼。不过这大场顶教会，遮无啥地址啦吼、哦。可能。甘州街啦。啊？甘州街。甘州街甘州街伫甘州街遐吼，啊，一间正大间个礼拜堂伫遐吼。今仔日另外是一个拄只陈福慈牧师讲着后礼拜日。母会北门教会有要举行这个洗礼，啊，有一个家族五个人要洗礼吼，啊，我想福慈牧师用真侪功夫伫个带领顶头啦吼、啊，所以那真感谢伊的这个调话吼，然后有两个礼拜日过来，咱说有两个礼拜日，加上暂停礼拜呢吼，真可惜，遮水的礼拜长吼，啊，咱直接。其中四月七八下晡两点半是义工教会这个三十周年哈、哦，这个三十周年的感恩礼拜，啊，因为迄是林义雄律师伊的老母啊，甲伊两个双生啊查某囝，伊啊去予人抬死，啊，然后一直到即马一直无破案吼，啊，所以这个中间。因为当时无人敢挖去，所以张了教会底下将这间厝甲买起来。啊，当时伫排小议长就是咱今仔日讲到的陈福慈牧师啦吼。啊，关心的教会嘛是北门教会啦吼。所以伫这中间就是讲，这真特别的一间的教会，啊，咱底下来关心。啊，当时陈福慈牧师底下咧关心的是暗时，伫时间的时伊在底下困的吼。家己一个人伫遐困咧吼，啊，迄、那个也无门，也无窗啊，啊，家己一个伫遐困吼，啊，这凶宅的所在变作教会，所以三十周年有真有价值，咱做伙来去啦吼、啊，所以这个
后礼拜日的下晡早起时，然后要参加北门教会这洗礼的礼拜，啊，就来去参加，然后下晡两点半，检查两点就正客啊吼，所以然后有要去礼拜，咱就来去遐吼，啊，所以这个后礼拜咱就先暂停了吼，啊，过了迄个暂停，等下请天文牧师来甲咱报告吼。因为四月十五这个是亚外礼拜了吼，啊，咱甲保会做会。不过伫报告以前吼，爱直接特别介绍林德夫教授，啊，甲教授娘 Sophia 吼，林德夫教授去年倒转来了后，一直留伫这个所在，伊咧拍片有一出电影，叫做这个园丁夏普的这个神秘。药方啦吼，这个是蔡廷辉教授的翻译啦吼，伊好的这个名，非常好的一个名。啊，即摆已经到昨暝已经进行第八场啦吼。啊，我想讲今仔日因为阿伯伊伫这个四月初四特别坐飞机等于托伦多吼，啊，得要到九月才有够倒转来，所以来有一个时间和阿伯甲索菲亚吼。来甲咱讲几句啊话啦吼，啊然后看蔡教授甲建文牧师要阁做一寡报告吼，我来大家平安，我简单讲几句啦。咱四月七八，伫遮无聚会原因是礼拜早起咱来去北门教会参加圣餐啊甲领洗礼吼，啊所以。希望咱大家拢会当来北门教会参加迄个圣餐礼拜。啊，下晡因为咱迄个义工教会30周年啦，啊，有些请贴给咱啦。啊，希望咱有缘会当来到伫迄个所在，甲因三甲庆祝30周年啦。啊，这义工教会行过来30周年吼，这无简单啦吼。啊，咱迄两个真重要的人物吼，咱拄只陈牧师啦，啊，甲北门的牧师吼，拢伫嘿，两个谈啦，啊，含我则三个谈啦，我是未谈啦吼，啊，所以吼，伫这个所在鼓励咱，希望咱拢会当来参加这个真有意义的庆典。然后四月十五啦，因为咱有亚外礼拜北门教会好意啦，讲咱伫这个所在吼，三甲在聚会啊。咱有亚外礼拜，唔忙买单，甲咱的母会会，伊有三甲有交易的机会啦。啊，所以嘛邀请咱来报名参加。啊，顶礼拜已经报名10个啦。啊，所以你若在想讲哦，要有缘有意向，要做伙来宜兰的所在哦，透早8点伫北门教会边啊遐吼，迄、那个全家。全家遐迄个所在集合，中安西路啦吼，全家的迄个全家商店啦，阿兔啊，啊所以伫迄个所在集合，8点集合出发，啊咱会到伫宜兰大溪的所在林美石盘步道，哦啊咱会去一个，咱普通咱拢伫教会咧礼拜，啊搁伫大自然礼拜，啊四月十五带咱到伫较特别的所在。一间叫做佛光山大学的，佛光山大学的，伫迄个内面哦，要伫遐礼拜啊！啊，你茫听到佛光山就呱呱倒尾啦，迄风景有够水，哦，你也能看到人个大学哦，安怎水的水法啊！亲近大自然，伫大自然的中间，咱三甲敬拜，三甲娱乐，然后咱会去行步道，步道落来，咱食中道，食中道饱。咱会阁去一个原住民的教会，甲因三甲亲近，甲因三甲交陪，啊，伫遐食暗顿了，才倒转来。啊，所以四月十五的行程大概是安尼啦。啊，未报名的吼，毋忙会当确定，甲我报名。啊，咱拢当有两台游览车，有甚至两台游览车，啊，所以紧报名的就有啦。啊，游览车是新的，游览车上新的，咱才出厂的。所以吼，运动是好的啦。哦，啊，为着安尼吼，咱教会本来有迄、那个咱的迄个环保杯，啊，拢藏的拢还袂发吼，啊，所以确定啊吼，一个人一个啦吼，摕安尼，迄箱内底有30个啦吼，我转来啦吼，啊，所以咱
那无够再去讲啦，再过来提啦吼。啊，所以唔忙礼拜三时，咱会当伫伊个所在，大家来念安尼吼。多谢大家。大家平安哈。我遮报告的项目无介济啦哈。顶礼拜有一项较重要的，就是我甲北社经社长陈昭之社长，啊，甲张月生社长去拜访一个柯信良。来拜托伊来联署特赦哈，咱阿扁总统。所以透过咱伫遮咧引这个信息啊，有人在替你祈祷哈。我看这个内容，我引这首信息的时阵，感受着讲哦，这首信息应该，若有人会当唱给咱阿扁总统来听哈，应该是真合这个意思啦。因为我看伊闭关哈。这个1230几天哈，我想这是一个真大的苦难哈。这嘛是透过牧师在敬道时，伊嘛是替咱台湾担起这个十字架，所以我是感到种真济人对阮去做这个特赦联署哦，嘛真无谅解啦。就讲为着台湾独立建国哦。应该唔免去甲敌人讨饶啦哈，唔免去甲讨饶。啊，其实阮的出发点唔是要去甲敌人讨饶哈。啊，阮嘛无认为阿扁总统是有罪。啊，其实特赦伫法律上来讲，这律师应该真侪机会拢有表示这个看法，就是讲特赦是总统迄个职位的人一个特权。无受到任何条件的限制啦，像美国这个福特总统这个特赦尼克森的时阵呐，尼克森迄个案哈，连开始审理嘛无审理啊，连开始起诉嘛无起诉，啊，就是讲拢完全无执行伊就甲特赦，所以规个案件都拢无处理啦。所以就是讲，大家爱了解特赦，唔是爱犯罪，啊，你承认有罪，才会使特赦。我当然我嘛正同意讲哦，阿扁总统是无罪啦。但是我较会同意讲接受这个特赦。其实这应该是我的一个让步啦，就是讲你嘛是爱救人，救人嘛是加减给人一点仔民主啦。咱啊讲较硬，就是讲哦，无做失控阿扁，对不对？咱嘛是会使安尼讲。若安尼讲的是对方大概应该是完全袂考虑啦，所以就是讲，我讲的就是讲哦，无做特赦阿扁啦，应该安尼讲，就是讲咱家己认为阿扁总统是无做，但是嘛，毋盲讲哦，咱的敌人。糟蹋安尼应该有够啊啦哈！你也要用特赦的名词靠民主，你会使用啦，阮嘛无反对。但是，毋忘阿扁总统会当平安，早一日出来甲大家做伙啦哈！所以最近真侪人因为意见真侪啦哈，但是咧种受苦的人，受苦的人嘛是伫这个监牢内底哈，继续在受苦。所以咱伫外口较自由的人，应该。我是建议讲，较用包容、疼惜的心吼，来替受苦受难的人来体贴啦哈。我相信这嘛是上帝的这个意思较对啦哈。所以伫遮甲大家补充报告哈，感谢哈。我想这信息嘛，真给我真大的安慰啦。所以即时拢是替咱阿扁哈，安尼加减出一个代志，感谢。就是啊，那是爱练。